女人有一个死穴，90%的男人都不知道。那么女人的死穴到底在哪里呢？今天啊，我就把女人的这点小秘密都告诉你。要知道大部分的女人呢都有一个死穴啊，其中包括我也在内，几乎所有的女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她们对于男人的要求啊真的是并不太高。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跟你住别墅、开宝马、天天吃山珍海味。其实呢，作为女人啊，你越懂她，越明白她的心思，她就会越温柔。你越是关心她、体贴她，她就会越爱你。身为男人，你一定要读懂女人，体谅她的付出，她才能够拼了命的对你好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也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那就是夜里的努力往往大于一切。如果你也想在夜晚你浓我浓的时刻让你的女人对你欲罢不能，不妨提前准备一条超级哇塞的磁石内裤，它前面有两颗磁石，可以形成一个微弱的磁场，对你的小兄弟进行一个养护。而且它这个内裆呢是一个温感科技棉，当感受到湿湿漉漉的时候，它这个小圆点啊就会消失，就是把它们全部给吸走，过一会儿呢它又会变回来了，让你的里面啊一整天都保持透气干爽。反正这个内裤呢就是你穿起来感觉跟没有穿是一样的，舒适度很强。只要你穿上了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女人不仅对你上瘾，而且会被你迷到荷尔蒙直线飙升。你说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这样的魅力呢？左下角赶紧去试试。